哇，这个好逼真的一出戏感觉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了吗？别坐，别坐，别坐。这都几点了？怎么了吗？有点事儿。迟到了多长时间了？我都迟到一小会儿。你们现在当演员的这么不专业，别坐，我让你别坐。坐下了，怎么了？合同你忘了吗？知道你来干嘛来了吗？我来干嘛？你来气我媳妇儿来了，知道吗？我来什么？气我媳妇儿，气我老婆。你把你的计划先给我讲一下，快点快点，我都已经，你不已经想好了吗？那个计划你赶紧告诉我。跟你跟电话里说的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那你要加钱啊。哦，漂亮。合同写了呢，帮我演戏，定金5000块，违约罚款500元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几个还会灭灯啊，你看见没？那我们俩先说段情话，土味情话，你不刚才跟我说了吗？哎呦，我真是没想到还要上道具。他们确实没有告诉我客户这么难搞。他那个发箍中间断一下，自己跳出一下，然后那个发箍给自己套个人设再回来。看到没有？你现在要带着这个，知道我是这个人设，知道吧？霸道。对，嗯，就是说，你的心只能为我而跳动。我对你的爱就像拖拉机上山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轰轰烈烈，轰轰烈烈，哎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但是你再想一想，那天我带你去看那个蓝色烟花，来了。蓝色烟花的时候，你给我展现了一个叫蓝色粉碎机的舞。蓝色粉碎机的舞。对，粉碎机的舞，来。粉碎机。蓝色粉碎机的舞。这可以，这可以。粉碎机，怎么开始变成健身操了？粉碎。你还没有别的招？就是如果他来了的话，咱俩再有什么更深一度的交流，然后可以，我给你一个差不多10000块的招吧。哎，你告诉我。来，你坐下。有没有觉得是周英俊是考官来考李泽峰？你老婆来了之后啊。你就不要讲话，我就不要讲话，然后我就会看着他，我也不要讲话。你就哈，你来了，来得正好啊，今天就坐下来谈谈吧。但我觉得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啊？你不就是要过的吗？不我们要走那种生活的，就是咱们不用那么强势，不用那么强势，柔弱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您来了，来得正好，不如你来选选，到底要我还是要他？嗯。范山老师现在被搭的有点背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我们再换。如果这个时候他不走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换点夸张的。因为啊，我就是觉得吧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啊，不是那么多人都喜欢他，还有很多人喜欢我，所以呢，你要不要展现一个怎么样？就是他来了以后，自我认知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有很多人喜欢你，哇，这是个大难题。要加钱。又要加钱吗？我加钱行吗？这个不是加钱的问题了，我现在想毁约。他没有被带着走，他自己。哇，那我要演出很多人的感觉。哇，哥哥签个名，然后我一会儿出去。你这样就把我吓到了。我一会儿出去，我马上换一套衣服回来。把他吓得都推到床边去了。行吧，但是这个略微有点夸张，你老婆也不是傻子，她也能看出来。太着急了，我一会儿我老婆就来了，你还有没有别的招啊？你想要什么招吗？你说。什么都可以，你付钱，就是、你说话，就是能不能不用那么明显，不用那么明显，啊、让别人让他知道你喜欢我。哥，我在你家还不明显，是谁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啊？是谁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啊？不是，老婆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干嘛呀？我的喜马拉雅别碰，啊、喜马拉雅爱马仕最贵的那个包。个呀，来啦！是谁呀？这个是来的正好，坐坐坐。啊，怎么说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家里都没打扫，没打扫。这是谁家呀？你可搞搞清楚。哎呀，谁家？这个穿的挺露的呀。不是不是，老婆，肩膀都露出来了。老婆，他是呢，这个
这不马上你快过生日了吗？这个我请来这个，我是他的好朋友。给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就是他的好朋友而已啊。真的 good friend， 看得出来好到什么程度啊。蓝色粉碎机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说在你生日那天要给你跳一个蓝色粉碎机的舞。对，因为你老公就是前两天带我去放烟花，你看那个然后啊，这没有什么了，我们好朋友也会一起去放烟花。不用等到我生日，就现在跳吧。现在跳，加油！跳跳跳跳跳跳跳！为了我的5000块，为什么不跳 ？Sorry Sorry。对，我们就是在烟花非常浪漫的情况下，我就给他跳了这个感觉的舞。啊，这个烟花，而且他吧，他其实老公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瞎的？哦，表现你喜欢我老婆是这样的，其实啊，他呢舞是一个方面，你开心吗？刚才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哇，这个包包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哎，姐，你背一下，是喜马拉雅啊，不错，不用不用，我有我男朋友给我买的。你那个只是鲶鱼而已啊，你为哦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买跟他一样的？因为他买不起，钱全在我这里。哎，你感觉到了，我其实最爱的是你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没有感觉到。